各位弟兄姐妹早安，今天早晨让我们来一起宣告神的得胜，让圣灵的活水江河充满在我们的当中。谢谢我们的主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。哈利路亚，主我们赞美你，让我们一起更多的来祷告来敬拜。哈利路亚，主我们赞美你。圣灵啊，圣灵的活水江河充满我们。神灵膏油为我断开沉重轭，相信就必得着神的应许。活水江河从主宝座流出，带来一直渴盼望。生命里有重重的关活中有无穷的挑战，不是依靠实力聪明才能，让我们靠神灵大能得胜，就是放属天地能力，为你荣耀国度来更新着时代，就是放属天地能力。哦，主，打开天堂之门，吹来复兴气息，让全地上充满神的荣耀。神灵膏油为我断开沉重轭，就必得着神的应许。活水江河从主宝座流出，带来医治和盼望，带来医治和盼望。生命里有重重的关口，生活中有无穷的挑战，让全地上充满神的荣耀。虽然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耶和华却要照耀我们，如同闪电在天际，划破一切阴霾，就是放属天地能力，为你荣耀国度来更新这时代，就是放属天地能力，帮助打开天堂之门，吹来复兴气息，让全地上充满神的荣耀。打开天堂之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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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吹来复兴气息，让全地上充满神的荣耀。
赞美敬拜你，全地都要充满你的荣耀。主啊，天要为我们而敞开，主啊，那个复兴的气息要来到。主啊，我们要宣告在清晨当中，主啊，我们要与你对齐。在清晨当中，我要宣告你的得胜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阿门。弟兄姊妹平安，平安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60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还有20节到22节。以赛亚书60章1到3节，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。看啊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，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。万国要来救你的光，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。以赛亚书60章20到22节，你的日头不再落下，你的月亮也不退缩，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，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。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，永远得地为业，是我所种的栽子，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。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，微弱的国必为强盛，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过去这一个礼拜，我们谈到晨光的命定，我相信是刚刚所读的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所面对的环境，我们所面对的大环境，好像黑暗遮盖大地，是幽暗遮盖万民。我们看见的好像是一片的黑暗。我们提到说，晨星，明亮的晨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是一个非常黑暗、非常幽暗的时候，好像觉得一点光都没有的时候，忽然明亮的晨星出现了。我记得大概30几年前，我从泰国台北，我坐这个bus， 我从台北回到曼谷，坐了10几个钟头的车子，而在整个晚上是晚上坐车，然后到非常整个沿途是非常的暗，而在非常的整个看出去窗户一片非常幽暗、非常的暗的时候，忽然我却看见天上有一个星非常的明亮，而当明亮的晨星出现的时候，过了一段时间，黎明就来到了。弟兄姊妹，我相信不管你个人觉得好像你的里面，或者甚至在家里，或者是在教会里面，好像黑暗整个遮盖，幽暗整个遮盖 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间，也许我们会觉得我们的城市，也许我们觉得我们所居住的地方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。不管我们住在台湾、香港、在中国，或者是海外，不管是在哪一个地方，我想对面对这新的一年，有时候我们觉得什么时候天会亮，什么时候我们会看见那一个公义的日头能够出现？但是弟兄姊妹，关键在你我身上，我们是否愿意在非常黑暗的时候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，我们愿意兴起发光，因为他的光，神的光已经来到。弟兄姊妹，是的，我们提到光，有早晨的光，有神的光，还有我们里面神放在我们里面的光，而我们兴起发光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他的光已经来到。因此弟兄姊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有一种城市，这种城市是让我们怎么样知道晨光的本位，而我们能够靠着神，我们能够命定晨光，以至于我们看见神的光
他已经来到，以及在我们的里面，当我们愿意让神的光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以至于我们兴起发光，在什么时候？就是在明天未亮之前，我们愿意早早起来，我们愿意像大卫一样及早的起来，以至于我们看见在我们里面过去的阻塞，过去的黑暗，过去的混乱，过去整个那种荒凉，好像完全被改变过来了，好像输入一个新的城市。我们盼望在 这一年的里面，我们台湾、香港、中国、韩国、日本各国，整个亚洲，我们能够有一种我们成功的命定的城市，能够再次输进去我们里面，输进去到教会的里面，输进去到我们所住的城那个区域，或者我们的城市、我们的国家中间，以至于我们看见我们可以兴起发光，因为他的光已经来到，他的光已经来到。其实我们提到这一个礼拜提到，不管提到约伯，约伯当时所面对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环境，他的孩子都死了，他自己的健康失去了，好像什么都没了，然后来安慰他的朋友，讲很多的话，让他越听越烦，好像一点希望都没有。但是神对他说，你自生以来是不是曾命定成光，你让知道成成的日光知道本位。而当约伯输进去另外一个成光命定的城市，他早晨起来跟神对齐，他对神说，神啊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我愿意跟你对齐，让你的光在我的里面，我愿意跟你对齐，以至于我能够祝福这三个朋友，虽然他们讲很多的话使我很受伤，但是我为他们祷告，以至于我们看见他完全不一样，后面的140年完全不一样。我们也看见大卫，我们提到大卫面对整个环境，不管是狮子来吃他的羊，不管是他在那里面对巨人哥利亚，或者是他面对这个扫罗王的追杀，或者面对当他做王的时候，很多很多的腓力士还有以东地很多这些敌人，但是他输进去一个命定成光的城市，他知道在清晨的时候唱诗歌颂跟神对齐，他在清晨的时候他及早的起来，让神跟神之间畅通，让神在他的里面，他住在神的里面，圣灵在他的里面，以至于我们看见能够胜过敌人，能够胜过哥利亚，能够胜过扫罗的追杀。弟兄姊妹，在过去的这些日子，我们看见神在很多很多的地方让我们看见这样的见证。我记得在30几年前，在整个我们的教会，那时候很多的问题，很多的困难，人不多，但是问题很多，但是我们当时我们就愿意说，我们要学习韩国，让我们清晨早上5点钟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同工一起聚集，我们命定成光，我们去召聚一起来到神面前来倾听神的声音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们就看见神开始在整个教会开始有一些转变。我想韩国的教会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韩战，是一个非常荒凉，整个各方面非常的软弱，教会非常软弱，但是他们知道成功的命定，他们早晨起来4点钟，他们聚集祷告跟神对齐，以至于我们看见韩国的教会成为一个复兴的教会。中国经历了非常黑暗的一段时间，教会非常的困难，但是中国早晨5点钟到处听到祷告的声音，以至于他们兴起发光，因为神的光已经来到，看见神
在教会中做翻转的工作。我们看到印尼的教会是全世界回教徒最多的地方，他们经历在每一个城市的里面，在早晨四点多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其他宗教的那个广播的声音宣告他们的主权，但是他们另外清晨起来，他们兴起发光，他们建立祷告塔，24小时祷告中心，他们敬拜赞美，以至于我们看见神翻转印尼的教会，我们看见印尼的教会成为强有力的教会。弟兄姊妹，乌干达也是一样，经历了极大的艰难，整个国家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面对整个国家的艰难，但是他们兴起发光，他们早晨起来，他们命定成光，他们跟神对齐，不是祷告他们所要祷告的，是祷告神要他们祷告的，以至于我们看见乌干达有一个很大的翻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求主帮助，我相信神要在这些日子让我们看见，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是当我们愿意兴起发光的时候，神的荣耀要照在我身上，要照在你身上，不但是在我们个人身上，要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来工作，不但要在我们家庭里面来工作，然后我们所读的那个圣经的那一章圣经里面说，神要荣耀他荣耀的殿，教会神要成为荣耀的教会，不但是这样，而且那你说城门必要常常开放，而且昼夜不开，昼夜不关。我们看见神要改变那个城市，不但改变我们个人，让我们能够兴起发光，让我们要看见改变我们的教会，他要荣耀荣耀他的殿。我们要看见改变我们的城市，改变我们的区域。我们看见在二十几年前我们到彰化的时候，就觉得很大了，黑暗的势力压力，但是我们看到那边的教会开始兴起发光。在台湾的各个城市里面，我们看见一个城市一个城市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些人愿意及早起来守望，为城市守望，为教会守望，为国家守望。而我们看见在这里刚刚所读的圣经的最后说，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，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，而且万国要来救你所发现的光，而耶和华的热心必要速成这事。我们宣告今年神要做极荣耀的工作，让我们看一起兴起发光，因为他的光已经来到我们。一起我祷告一句，盼望你们跟着我来祷告。黑暗遮盖大地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幽暗遮盖万民，但是主我们谢谢你，但是主我们谢谢你，因为在晨光中我们与你对齐，因为在晨光中我们与你对齐，我们与你之间是畅通的，我们与你之间是畅通的，以至于我们看见，以至于我们看见，我们的环境要改变，我们的环境要改变，我们看见，我们看见，我们个人要改变，我们个人要改变，我们的家庭要改变，我们的家庭要改变，我们的城市，我们的国家要改变，我们的城市，我们的国家要改变。因为我们在晨光中与你对齐，因为我们在晨光中与你对齐，你的荣耀要现在我们身上，你的荣耀要现在我们身上，你也必荣耀你荣耀的殿，你也必荣耀你荣耀的殿，我们的城门必时常开放，我们的城门必时常开放，昼夜不关，昼夜不关，我们要看见至小的国要加增千倍，我们要看见至小的国要加增千倍，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，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。主我们谢谢你，主我们谢谢你，仰望你，仰望你，祷告奉主的名，祷告奉主的名，阿们，阿们。我们最后有三方面的祷告，我们祷告我们及早行起命定成光，虽然不是普遍的呼召跟命定，但是我们求神兴起更多关键的少数的人起来回应，
改变旧的习惯跟程式，也改变氛围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，主啊，来到你面前，我们赞美你。是的，哦主啊，我要知道心情敬畏主啊，主啊，这颗心不宣你的召唤命定，但是求神来兴起。主啊，在台北，哦主啊，在台南，主啊，主啊，在哦主啊，高雄，在台南，哦主啊，在台中，在花莲，哦主啊，都是主啊，他们的灵命来回应，主啊，中国教会要起来回应，韩国的教会要起来回应，哦主啊，改变旧的习惯跟老习惯。改变我们的氛围，看见哦，主啊，你的光照来到，你的光临到，就说明赞美你，求你来，求你来工作，谢谢耶稣，就说赞美你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，赞美主，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为你晨光命定的城市跟氛围，我们来向你献上感谢。主，我相信主，你也借着你的信息来呼召你的百姓及早兴起，让我们跟神有畅通，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哦，主啊，知道说晨光命定。主啊，因为我们也看见哦，主啊，幽暗遮盖万民，哦主啊，黑暗遮蔽大地，但是我们相信神的光要已来到，神的光已经来到。主啊，因此我们要命定晨光，在晨光当中里面，我们要再一次哦，主啊，来发命令，来成就神所要成就的事情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再次为神你所要做的事，让我们能够来回应你。主啊，虽然这样的呼召主啊是少数，但是我们相信这是关键的少数。主啊，这少数的人也要成为哦，主啊，一个极大强而有力的军队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恳求神你继续主啊，让我们也能够开始，也借着祷告的聚集来改变我们的城市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主，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一定可以改变我们的环境。阿们。我们求父神再一次点燃中国韩国命定晨光的属灵的特种部队，改变亚洲的氛围。我们过去中国早晨五点钟那个祷告的火，慢慢有一点越来越弱。韩国早晨四点钟众教会的清晨的祷告也相对的比较弱。我们求主再一次点燃眺望，让这个火能够越烧越旺，以至于能够改变整个亚洲的氛围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祷告，主啊，来到你面前，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，哦，主啊，中国的早晨来主。主啊，祷告的火，圣灵的火，主啊，继续的点燃。过去在中国，在韩国，主啊，这大晨光命定的特种部队，主啊，我们相信，我们宣告要再被点燃起来。因为当他们被点燃起来，要影响我们亚洲每一个国家，哦，每一个国家的命运就要被改变。天父，我们实在感谢你。我们最后我们求父神兴起列国命定晨光的联军，我们盼望也特别为台湾祷告，但愿台湾我们能够在这一方面看见神恩典在我们中间，以及我们能够列国的命定晨光的联军能够一同站立，能够完成大使命，宣教的大使命。我们一起祷告，主啊，来到你面前站立，谢谢耶稣，主啊，你在台湾的家，在我们里面的工作，主啊，在你脚下的工作。
主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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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绝人的力气，谢绝人的心智，好做战场，战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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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战哦，主啊，父神，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愿你来兴起列国命定晨光的联军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与你一同站立。哦，主啊，不止兴起台湾，不止兴起亚洲列国，主啊，我们要宣告，哦，主啊，世界的列国，主啊，都要起来敬拜赞美你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一起透过清晨的，哦，主啊，祷告清晨的守望。哦，主啊，能够使宣教的大军完成大使命。哦。主啊，我们祷告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主啊，我们何等的需要你，愿你来释放属天的能力在我们的当中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我们宣告命定城市啊，晨光的城市跟氛围已经开始展开。我们要看见你做荣耀的工作。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就是放属天的能力，为你荣耀国度来更新这时代。就是放属天的能力，后主打开天堂之门，吹来复兴气息。